村民を集めて埠頭まで行くんだ。はい。わしは会長のとこに行く。戻ったら刑を行う。はい。隊長、お願いですが、刀で奴を殺していいですか。好きにしろ。はい。没啥好吃的，就是豆腐脑。豆腐。我心服口服。工会多，又不开始少。商量一下，到了镇上怎么说？说啥了？就来了一个八路，还是个女的，怎么说？那怎么说？说来八个八路。那还有七个呢？在据点外边，在山头上，反正轻易不到镇上，就这么说。我知道了，叔，那我就先看我爹去啊。你等我一块去。哎，我问你，鬼子是怎么部署的？据点里一共11个，我弄死一个，还剩10个。只负责驻防。也没什么防不防的，反正每天上山去检查线路，电话线是从这边越过山头就到县城里了。那也就是说，据点每天都能跟县城通上电话。他们有机器，在山上电线杆随便哪一个爬上去都能通话。不是，我这真着急，要不然你们聊，我就先走了。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嘴。凭什么说？我不说你，我爹也得说你啊。哎，你俩不要吵了好不好？当何同志面前能不能给我长点脸？那个，先带何同志到咱们酒馆去休息一下，先不要跟别人说他是谁。人家问起来了。谁问呢？日本人啊，这我没准能碰上。你就跟他说是我外边相过来的媳妇。何同志，你跟着灿烂走啊。他
我坐坐坐。走吧，走吧。从河南到河北，从山东到山西，神话不说，兄弟我至少也算挂神。哎，别说别说，哎，哎呦，别说，不要害怕，所有人都不要害怕，都去大码头广场集合，所有人都去，不要害怕。哎，走整齐点，走整齐点，像我一样，一起腻，一起腻。少爷，日本人集合了全镇的人，要杀韩家那两口子。赶紧去，别在这站着，赶紧去看看。少爷，你去哪儿？舅妈，别拦着我。少爷，这可使不得，让日本人看见这祸事可就大了。整家祸事已经够大了，我爸死了，他砸碎了我当柴烧。少爷，本来要请郑少爷到码头主持行刑，现在看起来受刑要加上郑少爷。全镇都去看韩师傅两口子。哎，八路军来了没？徐老板，哎，徐老板，八路军来了没有？徐老板，哎呦，快走！哎，等一下，哎呦，快！郑爽。哎，咱俩。哎，九妈，郑爽怎么会跟日本人在一起？少奶奶，你可回来了！日本人抓少爷去了大码头，说是要杀头啊！哎，少奶奶，灿烂，哎，住，哎，集合，所有人都去大码头广场。一起立，一起立，一起立。啊，有休息，哎，哎，哎，一起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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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路，哪里来的八路？是皇军开枪。什么？你告诉我，花田军到底在哪里？我说了是个死，不说也死。我凭啥告诉你？郑爽，啊，你好，我是何香。这里据点远不远？不远，
哦，拿着他的装备，去据点附近把子弹打光。好。往据点里打枪啊？对，一定要小心，千万别让据点的人发现是你们打的。这枪谁会啊？带路，我去吧。 到底在哪里？不说，你们通通杀掉！还不怕累死他们不愿意死？杀我们怎么回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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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などは花田です。花田？是不是你杀了花田？我没有，那是徐天。也没有。我干什么？别来了！别来了！干什么？你这是？小白，我来了！就是他们。是谁知道三？他怎么会知道花田在哪儿呢？你，那你知道？我更不知道了呀。徐老板，那个别飘起来了。什么飘起来了？这你知道那个飘起来了？徐天，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把你供出去，你死我死都无所谓。就是连累了兰花，你说说，他有你这个师哥，没过过一天好日子。老汉，跟你在一块过好日子了？你不也贪了十年吗？别那么多废话，我都回来了，责任我一个人担。三郎，跟上！花田我弄死的，石头我放少了，飘起来了。我跟着。三郎，怎么办？忍你很久了，不是香木镇的人不敢跟你动手，是不愿意跟你动手。你不是想比划比划吗？下来。我跟着。哎，这。别动！你敢动七爷？我说什么来着？剩下就是八路的事了啊！没事，都不打枪，不，谁不打枪？我好，那就把交给七爷。七爷，聚聚点，那边打两枪，过了小桥就打两枪。我跑不了那么快。小舅，背他去。
正好啊，要不然我真是说不清了。我的人呢？我跟你说，我就知道你不信，但是真的，八路刚走，啊，哎，镇上打枪你知道吗？八路打的，是我打的。哦，七八个八路，从这儿带着你们三郎两个人走了，大家都看见了，是不是都看见了？看我真不骗你。何同志，那就是巨大，你们退后。啊，何同志，你这是要干嘛？东爷，你看，你看，东爷，你看，我没骗你吧？你滚一边去！据点已经打响了，三十年没打响了。你看，我又救你一命，你不用谢我。灿烂呢？刚才不是和香姐在一块儿吗？哎呀，我得去找何同志。七爷这枪打的简直太神了，何同志不能出事啊！啊，我去找他。爹，怎么回家了？这真有八路军来了？来了，来了一个，来了一个半，八个人。啊，这何同志是谁啊？何同志是徐叔媳妇儿从外头相过来的。啊？啊。回来了，你在这儿，我做鬼都会回来的。我差一点就不想活了。哎，这个何同志是什么人呢？他是八路军，就来了这么一个。就他一个人啊？不许说。这，隐蔽。上山，干嘛去？让你干嘛干嘛，走，快点。全体警戒！敵を見つけても無闇に撃つな。もしもし、わしは山武前将隊の小林東だ。我々、もしもし。行，就这样，下来吧，咱们再上山走走，再多挑几处。哦。快点儿，一会儿据点来人了。哦，据点的鬼子今天应该不敢出来了。哎呀，都说了让你小心点儿。你不让我快点吗？哎呀，起来，没事吧？我没事，我自幼练习八卦。就你这样还自幼练习八卦呢？行了行了，走吧，上山吧。然后呢？
据点那枪谁打的呀？舅妈，灿烂是不是追郑爽去了？是啊。追上没有？这我还真没看见。哎呀，这一个不留神人就不见了。何同志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算是没法见人喽。哎，何同志？哪个何同志啊？哎，你跟我说说呗！八路军住什么地方啊？是啊，大马山那边什么样？日本人咱们以后就不用怕了。这什么呀？说说嘛，什么样啊？说说。那个，就是大木山的太阳比这儿的大。哎，大木山的月亮比这儿的圆。那过的都是神仙一样的日子，说话都有底气，谁也不怕。咱们这个什么时候大木山就好了？哎，你说的特别好，咱们这儿就快像大木山一样。哦，八路现在在镇子外边，是吧？日本人在据点里边，大家要开心，回家开心，没事不要去据点。啊，杀日本人那是八路军的事，你们没事去打招呼。如果我是八路军，我听着都烦。哎呀，别急，我把丑话说在头里，在我们这儿成为大木山之前，日本人随时可能过来，谁也不许把我把八路军带到这儿的这个事儿说出去。你们要敢说出去，我马上把八路带走，信不信？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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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重。隊長、報告します。隊長、電話がまだ留守です。球児が死んだ時、お前は近くにいたのか。もう少し。見てません。拠点を襲った弾とバイクを襲った弾丸は共に皇軍の三八式砲銃だ。この弾は45口径、米国のコルトピストンで中国人の装備だ。このようなピストルは中国軍の中でも普通の軍艦では持ち得ないものだ。しかし、日本軍の三八式歩兵銃にどうして我々が射撃されてたのですか？やばい！ぶんどったんだ。わかるか？今しかいません。弾薬不足でしかも司令との連絡も取れません。これつ問題はでこは解決するしかありません。サブローは正しい。お前は臆病者だ。サブローは最低なやつだ。天皇陛下に忠義を尽くすんだ。はい。しかし今一番大事なのは早く改正を修理し司令に連絡して造兵し保育を飛ばしてもらうことです。雷はもちろん修理する。だが安全を確保せねば拠点を出られない。哎，徐老板。哎，哦，听什么呢？那个徐老板，八路军真的来了？你不都算准了吗？从湖南到湖北，从山东到山西，神卦不说，兄弟我至少也是神卦。跟小九去捞枪去啊！哎，我挂神，我凭啥？我听你的，你又不是八路军。枪是经你手，扔河里的吧？那是啊，那日本人找回来的时候，你自己跟他们说，别吵吵，好不好？这，徐老板，那天要不是我去抢枪，三郎可把你打死喽。对呀、啊，所以咱们是一个省上的。不对头。嗯。老半天是这么回事吧？怎么回事啊？徐老板胆子真不小。徐老板。您这事儿，您自己心里到底有没有谱啊？
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走一步看一步，老家去。哎，山武の道を厳しく監視しろ。はい。你慢点下，慢点。嘿，小心点。那咱们现在回镇上。走。哎，别别别，咱们现在不能走，现在走太危险了，咱们还是晚上再走吧。不行不行，这一动枪我爹找不着我们该着急了。咱们从这儿回镇上肯定要经过鬼子的据点的监视范围，鬼子现在肯定以为有八路军的部队袭击，万一被他们发现只有咱们三个人，估计咱们一个都回不去了。哦，有道理，那咱们再等等，反正在哪儿都一样。那能一样吗？你不是回来了吗？在哪儿都一样。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能说话了？哎，小四，那个，我家擦亮呢，没回来。郑爽呢？不在。都不在。嗯。哦，你去忙吧。你们就在旁边看着，不下去搭把手啊？这下面可是有个死人！哎，你们一天到晚都在这洗菜啊、淘米做饭、洗衣服的，哎，大家一块搭把手，把死人捞出来，到镇外去一埋，这才算了事儿，对不对？哎，那谁，王老五，哎，叫什么？这老四啊？什么？叫吴妈去弄条出来。哎，别指望到时候八路军帮你们干这些活儿，我是从来不洗衣服。哎，韩叔。您去哪儿啊？我找豆腐。豆腐家关门了，他家没人。说是去找八路军，说要把日本人给移交给八路军。韩师傅，还得说您中气足，底子好啊。贪了十年，刚一起来，又挨抓，又挨饿，又被日本人折腾。但是您不是凡人呐。你到底想说啥？说句真心话，我这心里有点没底。八路军是不是真的来了？你问徐天去。徐老板说话吧，真话假话，有时候我真是有点分不清楚。他不像您，您正直实在，说话直来直去。我还是想问您，我又没去大武山，啊？我怎么知道啊？但是您儿子去大武山了，他回来跟您是怎么说的？有八路军吗？有八路军。哎，跟我算的一模一样。兄弟，我早就算出来了。
好的，到政外后山坡把人给埋了啊！周围多差点野花，花钱就完，耗这口。吴妈，快点开船啊！那你们快点抓紧时间把人给埋了啊！抓紧时间省得夜长梦多。万一再撞上点什么不好的事儿啊，就这，抓紧时间到后山去把人埋了呗。哎，对对对，这怎么行？把人埋了？哎，对对对，这怎么行？把人给埋了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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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
东野还没死。小九，捞上来没？那个，都踏踏实实回去过日子吧。啊，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哎，散了散了散了。要不然我去看看爹吧。不用，他拿完刀就回来了。我是怕他一两句话没和豆腐叔说明白，又打起来。打不起来。你爹这回收心了，以前心比天大。那一会儿我也出去一趟。去找你徐叔啊？对啊。这怎么才三天，你徐叔就从外面娶回来个女的？其实他没娶啊，何香，就是他让我们这么说了。是那个何香不愿意。哎，我说了你也不信，要不然你自己去问他，反正他瞒谁也不可能瞒你，对吧？安夫，哎，叫你呢。看到何同志和灿烂没有？没有啊。我找了一圈哪儿都没找到，谁都说没见到。郑家在不在？郑爽都不见了，我想会不会在你这儿啊？我找去。哎，哎哎，那个你，师妹，师妹，那个老韩呢？没在。给我找块布。啊。干的啊。你是不是知道我得回来？灿烂还有何同志，就跟插了翅膀一样，全镇我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不会被日本人抓去了吧？不是有八路军吗？这次你就是答应跟我走，恐怕也走不成了。我不会答应跟你走。你就不能说句好听的？那你也走不成了。你到底哪句是真话？那你给我说句真的，那何香到底什么人？八路。
八路。八路。女的。女的。女八路。有人看见何同志跟灿烂去了柴棒井，柴棒井我去了，看到地上一滩血。那要是日本人的呢？日本人都在码头呢。哦，招仓背了一个人。在码头的时候，那据点里的枪声响得那么厉害，整个镇子都听见了，不可能是七爷一个人打。何同志打的？灿烂和郑爽都不在镇里，兴许是他们三个一起打的。他们没枪，何同志有一把手枪。那招仓背的那个日本人有枪吗？你看见？也许据点那一枪是何同志和灿烂打的，那更可能被东野抓走啊！这不坏了吗？那个女的把你的心都给搅乱了。我的心从来就没有不乱过。你喜欢她？你别胡说八道！我对不起人家，我怕人出事儿。她长什么样啊？挺漂亮的。没你漂亮。挺漂亮的什么样？我没注意看。实话实说，老韩呢？豆腐铺。那春天的歌谣，歌谣，才知道冬日的严寒，严寒。经过那古树的煎熬，煎熬，才会有秋天的渴望，渴望。渴望去过那沙地的大道，大道，才会有包裹的荣光，荣光。还我战友，还我血，还我那河山，还我家乡，还我家乡，还战鼓擂起来，让战旗飘起来，把大刀拿起来，把钢枪举起来，把战鼓擂起来，让战旗飘起来。